日10:30，来自蓝星外围星流中的五颗流星将从我市掠过。没错，是流星带您来到了全新的世界，而您是我眼中的主人。虽然在穿梭时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意外，但您拥有重塑身体的能力，只要您想，可以变成任何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的人。请随我来，一起看看银锤世界的风景吧。怎么样，主人？新的身体还用得习惯吗？似乎还不错。现在能告诉我你是谁了吗？为什么长得和我的玩偶一模一样？我叫玉元，感应神力而生，原本没有形体，在知道了您是我的主人之后才变成了这样，大概是受主人力量的影响吧。我竟然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吗？当然了，在众多的异界来客中，只有您和流星碎片有共鸣，是最特别的存在。而我的职责就是帮助您收集流星碎片，掌握其中的神力。如果拥有了足够的神力，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吗？是的，可以。你骗我，你犹豫了。我没骗你，只要变强，一定有办法打开回去的通道。不管怎样，玉元都会像玩偶一样一直陪伴着您的。忘了介绍，这里是天空之境，异界来客通往云吹大陆的中转站。我现在要带您去云吹大陆见一位叫秦少师的前辈，他一直在帮助异界来客寻找回家的路。第一次见面还是要穿得正式一点，请主人挑选一套心仪的衣服吧。是主人，这身衣服简直和您绝配呢。谢谢夸奖，但我的脑子现在还有些许凌乱。你刚才说的云锤世界和云锤大陆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穿过这道天空之门就是云锤大陆，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没想到异界来客居然这么多，都有俱乐部了。
理事长秦少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也来自蓝星吗？嗯，不是哦，俱乐部成员并不都是蓝星人，秦少师来自一个遥远的时空，听他说话的格调你就明白了。今天云波之境的风儿似乎有些喧嚣呢。监察官大人，发现新的一级来客，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同寻常。原计划清除。准备好了装备，主人，快穿上防身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监察者是一个监察时空之境的神秘组织，他们一直在清除一些来客。监察官大人有令，我们放过另一条漏网之鱼。协会的人怎么来了？这个外来者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们要为了他和龙真大人作对。哼，冒险家协会的事不来，这是来接应我们的人吗？我们不是要去一……他叫端木城，是云锤八大冒险家之一。严格来讲，异世界俱乐部是冒险家协会的下属机构。这里不安全，跟我走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们说到哪了？冒险家协会。哦，冒险家协会。首领，没想到他亲自来了。雷鸣之下，万物寂灭。
谢谢你，我没事。这里是海底，那我要怎么才能去冒险家协会？这里是西苑之海，浮出海面游到岸边就离协会。真的可以吗？那就太谢谢你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能不能，我叫海明月，是刚刚通过了冒险试炼的新人冒险家，有机会的话。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？刚才在海底你去了哪里？雨人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轻易受伤呢？关键时刻我化作鸡腿龙针后，我也耗尽了全部力气，刚一恢复。你天神下凡？端木成前辈，你还好吗？没有受伤吧？没有。你还没有加入。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呢。仙姬大人不会无缘无故出。考核官？那是什么？加入冒险家协会需要参加能力考核，不是随便就能进的。秦少师将。原来如此。那我算通过考核了吗？能在龙针手里活下来，秦少师看中的人运气不错，但失败就是失败。那怎么办？我还有别的办法能证明自己吗？咔咔咔咔咔咔，这只螃蟹怎么冲我来了？它好像在和我说话。正好，若你能战胜这只蓝星蟹，便算通过考核。端木前辈，我已经战胜了蓝星蟹王，现在可以叫你前辈了吧？这里离协会有些远，步行太慢，你去挑一头驼兽，就算是前辈给。你好，这里有三种颜色不同的驼兽，你可以挑一头喜欢的，它们都是又健康又温柔的羊。他看上去也很喜欢你呢，快骑上试试吧。苏兰城可真热闹啊。
就是青少时前辈引荐的新人嘛，这可是千机大人第一次主动要求当考核官呢。怎么样，你没有为难人家吧？什么？居然是主动来接我的吗？我考核通过，人已送到，我先走了。千机大人的脾气还是老样子呢。随流星而来的冒险家，我是白鹿，恭喜你通过了入会考核。冒险家协会的宗旨是探索一切未知，都期待你成为一名伟大的冒险家。现在请在登记手册上按上你的手印吧。协会给你安排了住宿，这是梅家别院的钥匙，累了的话接下来请回答我几个问题，别紧张，很简单的哦。啊，核对完成，异世界俱乐部欢迎你。还有些事我要单独告诉你，请到一楼的档案部前稍等我一下。终于只剩我们两个人了。异世界俱乐部是冒险家协会下属的秘密机构，并不是所有的冒险家都知道这个地方。未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，大家平时都会隐藏身份，低调行事。哦，明白了，我会低调行事。不用太紧张了，大部分冒险家都很友善。拿好，这是你的俱乐部通行卡，你可以进去等秦少师理事长。看看，异世界俱乐部，是不是很亲切呢？这沙发，这吧台，这真的是异世界吗？是的呢，作为云锤最大的异界来客交流基地，这里有大家从各个世界带来的新奇东西，还有不少新鲜的资讯。主人可以先四处看看。
除掉镜，竹然，快向他们展示您的力量！就让你看看鸭的厉害！虽然你们胖胖的很可爱，但也不能冤枉我欺负小动物。前辈好，您刚才说的婴灵指的是他们吗？不错，婴灵是听从召唤来到现世的特殊灵体，有着自己的。
你就是信上所述那位来自海外的弟子。我是西瑟。师姐好。为世宇捍卫天空与战神的荣耀，尊严和荣誉高于一切，我们的言行不可畏缩。是师姐。你既为世宇一员，那么便需誓守战神信仰与神圣戒律。我们的力量来源于天空的祝福，长空之下剑矛所及之处皆是天空的祝福。你可以理解为世界中充盈着无处不在的风雨光元素，天空神赐予我们飞行与战斗之力，我们手中剑矛也需为守护神之荣光而战。你的武器品阶太低，无法承载更多的神圣能量。这多谢师姐，我不会令他蒙尘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天我身上就带了这点云券，拿去用吧。只此一次，下不。这也太多了吧？多吗？多谢师姐，我一定会还给。不用。多把时间和心思放在修行训练上。长风吹拂下，愿你前方皆是坦途。
里，就是冒险家协会给主人安排的宿舍了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你们管这个叫宿舍？这么大的院子，还带花园，比我在……主人是协会的贵客，待遇自然不一般。空气清新，星空也很美。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星星了，不知道里面会不会……主人，您是不是想家了？别难过，玉圆给您编一个魔法吧，在素蓝的星空上写下愿望，很灵验的哦。是主人的愿望被神明听见，在您身边落下了一片星光。你说的对，星光入梦，我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。倘若有朝一日，你所守护之物与你的挚友无法两全，你当作何抉择？若它存在于世，就注定会将一切化为焦土，你又当如何？遵循你的心意，龙渊之门已经开启，我将在此等候你的到来。啊，这里是，我是。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啊，九黎师妹，你怎么？听先生说你出关在即，所以我来接你。先生可好？龙渊现下情形如何？封印有些松动，不过眼下并无大碍，师兄放心。
至于先生，仍如从前一般，长留于创世回廊之中。走吧，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。一个人留在这里侍奉先生左右，很闷吧？怎么会？先生指点良多，我也获益匪浅。封印松动以后，这里的石灵也开始不安了。师兄且慢，此处的禁制总括龙渊诸禁，不可强行破解。记得先生说过，这里有解除禁制的枢纽。不错不错，不过我怎么不知道你还通晓星象？枯树，师兄快看，水下繁花，花瓣。啊，小心！你就是选定之人吗？今日看来，并无过人之处。前辈。师兄其实无需多言，何为选定之理，何为守护之道，你将于此自证。照本源之同中，不容分毫虚妄。不过呢，被命运之轮选中的人，只有这种程度吗？你的心还在动。你口中的守护又有几分可信？大人料事如神，秦少时选中他，果然是有原因的。
起床了吗？鱼儿，你不守在你主人身边，跑去哪里摸鱼啦？哈哈哈，被你发现了。昨天和龙真打架消耗太大，出去找点吃的，补补身体而已嘛。哇，你们遇到龙真了？听说他的真身是一条龙，很不好对付呢。快给我。早上好呀，白鹿姐姐让我来看看你。那这是我手绘的苏兰城地图，有空的话可以逛逛呢。等你熟悉了这里，就可以正式开启冒险者的旅途了。谢谢。原来苏兰有这么多风景名胜，我有点眼。今天西雨湾有个超炫的音乐节，可以去打卡拍照哦。还有，你现在住的房子是梅家的别院，也可以顺路去梅家旗下的服装店看看，他们的设计在云吹大陆是很出名的。好的。哎，你说话的用词让我想起了一个高速冲浪的网友，你也是从蓝星过来的吗？是呀，我来到这里很多年了，有些新词也是和其他外来者。没想到你来这里这么久了，你一定也很想回家吧？我其实也没有很想回去，我在这里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冒险家协会的哥哥姐姐们都对我很好，大家上天入海无所不能，会给我讲各种冒险故事。虽然我可以把那些精彩的故事画下来给你看，但有机会的话，你一定要亲眼去见一见银川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迫不及待地想体验一把冒险家的热血生活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协会给白鹿姐。太严肃了，不行，这又太繁复了，和冒险不太搭。呀，来新客人了。哦，你就是秦少师引荐的新人冒险家吧？你好，我是梅远厅，这里的老板，叫我胡娘就行了。梅，胡娘姐姐好。
没错，与其关上门烦恼。这块布料还没有染色，你喜欢什么颜色呢？想不到你挺有天赋，如果能进行我们青儿难得夸人有天赋，不错，这件衣服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。电蓝之火苍渊，与遵从女皇的意志。
哎呀，错过上一场虽然可惜，但也可以说是来得正。其实啊，估计有一半的人，最后这位唱歌的人，难道是很有？那倒不是，只不过最后，不知这次会是哪位的。西雨湾音乐节又叫西湖音乐节，是生活在海，西族人用歌舞祭祀海神，只有高阶的歌者才有。懂了，古时候的蓝星也有类似的风俗，对他们来说，音乐并……就是这样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哇，这位歌姬从前没有见过呢。我有点理解阿秀的想法了，如果真的再也回不去蓝星，据我所知有不少异界来客都选择留在云锤，没关系的，主人还有很多时间慢慢了解这里，无论您最后做出什么。谢谢你，小议员。电蓝之火苍渊，与冷岩为伍。
苏兰城风景绝美，满大街都是漂亮的人。我按阿笑给的手绘地图，从梅家别院出。西湖音乐节的确值得一观。可疑之人？应该没有吧？胡娘姐，这是什么？似乎是某种特殊的追踪标记。刚来就被盯上，我也太倒霉了吧。云雀大陆势力众多，除却监察者，不乏怀有恶念妄图掌控时空之辈。小友拥有操纵流星，虽然有预言辅助你，小友也不可放松警惕，不妨去协会战训部参加英灵作战训练，提升自己与复制机联手对敌的实力。无名为电蓝之火苍渊，与冷岩为伍。无名为电蓝之火苍渊，与冷岩为伍。哟，你来了，新来的冒险家。找我问英灵相关的事，可算是找对人了。我是冒险家协会战训部负责人杨无一，负责新进冒险家的培训工作。你刚得到英灵，一定正需要指导。前辈好。英灵诞生于不愿散去的强烈意愿之中，是守护着主人向着过往的执念前行的存在。作为主人，需要不断培养英灵，除了并肩作战一同成长之外，一些骑士，这些给你试试。接下来是战斗，想要熟悉自己英灵的能力，与之协同作战可是相当重要的。和你的英灵一起，不是协同作战吗？你不上？测试你们，不用主人出手。这世上有着能力不同、性情各异的诸多英灵，这些给你，去试着和更多英灵订约吧。无名为电蓝之火苍渊，与冷岩为伍，化青雨为翼。
恭喜你获得了新的婴灵，运气不错。婴灵根据其能力偏向分为输出、防御、辅助三大类。既然现在你已经有了输出项的苍渊了，我就送你一只防御项的土野作为见面礼吧。你已经掌握了婴灵相关的知识，想要进一步挑战自我与培育婴灵，可以尝试参加青林之野。之后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，我可以随时为你教学。无名为靛蓝之火苍渊，与冷岩为伍，化青雨为翼。啊，看来小友已经非常适应冒险家的生活啊。协会已经为新晋冒险特殊委托，听上去很有意思，那我就等等吧。为了我的安危着想，我会努力变强活下去的。以冷言为伍，化青雨为翼。